这里好，这里可以喝酒，还可以看一下越南美女。特别是这个越南美女下的那个热干面很好吃的。下的热干面好吃。热干面很好吃的。这吃吃经验来了啊。大家好，我是新哥，今天来到的是湖北建利市啊。今天在建利市这边，我们不喝早酒，我们今天打卡一家这个国外美女啊做的这个美食啊，看一下，这在我身后啊。看啊，这是来自越南的美女啊，终于出摊了，等着过来了。你是越南的，咱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来两三年了。哦，越南美女，你今年芳龄几何？今年多大了？25岁，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因为爱情是吧？你是不是看这个老板娘漂亮来的？老板也帅啊，是老板也帅。老板娘漂亮，是的，是的。这是准备放进来蒸的是吧？是的。就是锅嘛，有的地方是这样叫人。你这个到中国来习不习惯呢？还蛮熟啊。从越南到建利这边来有多远呢？坐飞机应该到8个小时吧。哦。这个是蒸的什么豆子？我也不知道普通话叫什么，就觉得这是芥甘之米。哦，这个是几块钱一笼啊？6块钱一份。哎，这是排骨蒸土豆。哦，这是豆腐仁子。哦，豆腐仁子是怎么卖的？也6块钱一份，这个跟这个6块钱一份，排骨是20。哦，那给我来个豆腐仁子吧，再。鸭腿7块钱一个。哦，论个卖的。那个这个猪手呢？也是7块钱一个。牛肉是几块钱一块？牛肉是12块。12块钱一块是吧？一小块是吧？是的。啊，给我来个牛肉呗。这边这个猪耳朵怎么卖的？10块钱一个。猪耳朵。这是我们切。哦哦。小心点。这是我们切好啊。啊、哦，一个一个的卖。这个素菜呢？素菜1块钱，1块钱都是1块钱一个。哦，素菜来，素菜给我拿两个素菜吧，拿个两个土豆。好。拿两个千张呗。好。再拿两个这个海带。好。在这个炒粉是怎么卖的？6块钱。6块钱一份。哦，炒个粉，再给我们炒个粉。炒个粉，再炒个花饭。好的。帅哥今年多大了？你这？32岁。你这老婆娶回来几年了？3年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怎么样才能娶回一个越南老婆？这个没法介绍。我也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要看缘分。对对对，因为我也没想过去越南，我也没想过娶一个越南的老婆，是吧？哦，那现在回不回娘家？现在那个疫情很严重，他回不了。一般是几年回去一次啊？有时间就可以回去啊，只要没有疫情，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去啊。到他娘家有多远呢？离咱们建利这里？从这个广州的，从广州国际机场的话，坐飞机也就4-5个小时。哦。4-5个小时到那个胡志明，那个越南胡志明，然后再从胡志明那里坐车去他家。那一来一回，估计有好几千公里吧？这个距离我没算，因为我坐飞机，我不知道有多远。我只知道大概时间需要多久，我说从这里到广州要这个坐那个高铁的话也要4-5个小时，然后坐飞机又需要4-5个小时，反正过去的话一天时间是要的。那回去一趟还不容易啊。越南媳妇要不要彩礼啊？这个怎么说呢？给你给也可以，不给也可以。哦，这个老豆腐也很好吃，这个老豆腐是吧？来，老豆腐给我来一份。好，给我来一份。好，来一份卤豆腐吧。听着大哥的推荐，你一定要尝一下。尝一下是吧？对，那必须得尝。美女，问一下，刚才那个卤豆腐多少钱呢？1块钱一块。卤豆腐1块钱一块是吧？哎呀，这个物价太实在了。咱们这个物价是不是按照越南来的？今天呢，来到的是湖北建利市啊。建利啊，是湖北的早酒第一市。我们今天来是不喝早酒，我们今天来听说建利这边有一个越南来的美女啊，做的这个美食啊，特别的美啊。我们今天过来特地来尝一下，这里的这个物价
非常便宜啊，我感觉这个是不是越南美女过来是按照越南这个物价来给我们收费的。这一碗花瓣是6块钱，这块卤豆腐是1块钱啊。像这种卤海带的话，他们都是论块卖的，一块的话是1块钱，然后土豆的话是1块钱一个，一个是很大一个土豆啊。这个牛肉的话是最贵的，是12块钱一块啊，这一块有这么多，所以感觉这里的物价真的很接地气啊。他们家是既有炒的，也有蒸的，还有卤的，所以这个品种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来吃一下他们家炒饭，味道怎么样？这个炒饭呢，用的这个米啊，粒粒分明啊。看一下他们家这个蒸的这个豆腐圆子怎么样？这个豆腐圆子啊，它做的非常的细嫩啊，能够吃到这种浓浓的豆香味啊。然后外面呢挂上一层这个卤汁啊，非常的入味。这个豆腐圆子做出来还是要一定需要一点手艺的，像豆腐这么柔软的食材，能够把它团成一个团呢？嗯。再来尝一下他们家这个卤牛肉啊，这个牛肉是选用当地的这种水牛肉把它卤制而成的。这个牛肉吃起来非常筋道，嗯，卤香味十足，土豆也是软糯入味，嗯，尝一尝他们家的特色的卤豆腐啊。吃过很多卤菜，这卤豆腐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个卤豆腐做的非常的细嫩啊，能够吃到这种豆腐的这种豆香味，还有外面这一层卤香味啊。这个做喜欢吃卤菜的朋友可以尝一下，尝试一下。今天到这里来整体的感觉，就是拍了这个越南美女之后啊，就是感觉首先第一个，他们这边的这个菜价各个方面定的非常便宜啊。最重要的一个，我帮大家打听了一下，越南媳妇儿不要彩礼，所以大家单身的朋友可以组团到越南去啊。美女，看一下我们多少钱？你们一起买单是吧？对，一起买单。77块。77块是吧？好，马上付给你啊。这样给75块。还给我们优惠2块。你呢？嗯。他们不回来。那我们回来了。你这天天出摊累不累？还蛮好。肯定累了，我不累。有没有在越南幸福？哪里都辛苦了，蛮辛苦的，西安的。哦，现在喜欢上这里了。哪里都喜欢，越南也喜欢，中国也喜欢。哦，想不想家，在这里来？不想了。这就是你的家了，对吧？是的。现在有小孩，有老公了，就不想了。哦，小孩也有了是吧？嗯。小孩多大了？2岁。看啊，这个。有美女的地方啊，生意就是好啊。